这是新的保镖入职合同，我给你三分钟时间。三分钟我怎么看得完啊？甲方许诺，乙方可思议。谁让你穿成这个鬼样子来上班的？电影里不是都这么演的吗？乙方工作时间以甲方工作时间为准。喂，尊敬的徐总，请问你有什么吩咐啊？我给你三分钟时间，马上来到我面前。乙方的活动范围必须在甲方的视线范围之内。 上厕所也要告诉你吗？男洗手间，你也要进吗？我晕在里面了吧？你杀掉了许总！三分钟要到喽。工作年限以甲方的需要为准，那如果你一直需要。 我就要一直在他身边吗？今天哪儿都不许去，就在这里去。这不是卖身契吗？老板，你已经折腾我一晚上了，他是怎么样啊？昨晚的情绪中，有你吧？你要是不签的话，我告诉你假错人了。我签。